有时候主动点就会有故事。电梯里碰到一个漂亮小姐姐，她眼睛真的好好看，我该怎么办才能加她个微信呢？要不还是直接要吧，好像有点显得我太轻浮，还是得说点什么吧。她会不会以为我是二 B 啊？算了，不想了，还是直接要吧。哎，我那个追出去看看，好像还没走远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人错过了就再也见不到了。那是他吗？这次我不会再错过了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你在叫我吗？对，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呢？因为我已经错过一次了，我不想再错过一次了。你等一下，我知道我刚才说的可能你会奇怪。我穿过所有浪漫银河，所有城市烟火，只